林县土库镇113年模范父亲表扬大会活动开始，首先邀请到我们土库镇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表演。现在在我们的舞台上的呢，是我们的土库镇立幼儿园东平班，他们带来的表演曲目是《欢喜就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东平班的宝贝们带来的表演。现场来宾如果听到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欢迎土库镇立幼儿园本园带来的美丽的水母。Yeah.
掌声鼓励鼓励。好，我们宝贝们已经往中间靠拢，准备好做拍我们的团体照了，来一起看前面。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呢，要带来表演的是我们的父子合唱，表演者呢是我们的王志伟先生以及王宗成小朋友，他们带来的曲目呢叫做《酒干那汤杯无》。如果会唱的，我们现场也可以跟着一起大合唱，好不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志伟以及王宗成。Yeah.
是由我们曹进来老师所引领的舞团带来的社交舞曲。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曹进来老师所引领的舞团。
们的升阳国乐团带来的国乐表演。
宾致辞。首先邀请我们土库镇镇长陈特凯陈镇长来为我们今天的与会来宾做一个最佳的勉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陈特凯陈镇长。咱台湾主持人吼，现场有咱维新议员啦吼，咱嘉君吼，甲校长立法委员服务处的副主任建章吼，有咱这个馆长吼，派来甲咱关心的义务秘书甲红路秘书啦吼，台长，有咱新议长吼。必须平衡下吼，甲咱主席、副主席吼，甲咱在座吼，侪侪只个代表吼，甲咱各地个议长，咱调解会主席吼，我主席，咱土库三光吼，吴兴宏校长吼，我来特别介绍啦吼，伊安尼来咱托付定了后吼，接咱土库三光校长了后，讲得奖不断啦吼。突破亚洲的这个纪录吼，健力比赛的破纪录啦吼，技能竞赛一金一银，佮广告设计的吼，嘛得到真侪奖项啦吼，以及咱侪侪吼，遮个社区的理事长佮干部吼，佮咱侪侪受表扬吼，咱今日遮个主角吼，咱的模范父亲啦吼，好人好事代表，佮咱遮个志工吼。甲咱姐姐遮个家乡吼，大家早安，大家好。昨暗吼，还佫甲阮遮个主管吼，还咧讨论啦吼。呾风波遐大吼，毋知今仔日有法度如期举行无啦吼。而且吼，咱公所遮个员工吼，嘛一直保用三工的时间吼，来咧处理遮个风台工课吼。尾啊，咱大家经过这主管讨论了吼，想讲这风台吼来得快也去得也快啦吼，所以咱原来伫大家公告吼，如期举行啦吼，天公伯啊吼，原来真照顾吼，今仔日安尼吼，原来算一好天也阁未介热啦吼，咱今仔日被表扬的项目有模范父亲、有志工，阁有好人好事，咱拢知影吼，咱。一个家庭内底有爸爸有妈妈，是一个真温暖的一个象征啦吼。咱爸爸就亲像一间厝安尼吼，真坚固来保护这个家庭。内底有妈妈伫咧，相对会变得足温暖。所以两个缺一不可啦吼。所以而且吼，若今仔日讲有订到的吼，爱去你替爸爸点龙虾啦。无大家拢讲哦，爸爸都无人食龙虾。大家爱去你吼。若今仔有办到吼，爱去你话来甲爸爸吼，特别感谢一下安尼啦吼。咱阁有真侪志工啊吼，咱伫公所这个大团体内底，因为要办的工课相当的侪啦吼。咱有文化志工啦、图书志工吼，侪侪志工吼，甚至伫咱公所服务台咧，甲咱斗参加斗服务的真侪，咱今仔日嘛借这个机会来甲表扬啦吼。阁有一件，特地咱大家。上欢喜的就是讲，咱好人好事代表吼，咱这个王淑珠主任啊吼，咱听伊讲的过事了吼，咱会感觉讲，那有这有精神毅力吼，来去推动这个工作。咱王淑珠这个好人好事代表吼，咱大家拢会知影，伫咱过港吼，华盛启能中心，自我倒来农会上班，伊伫去推动，要创立一个迄个华盛启能教育中心。其实他的毅力非常够，二十年来不间断持续募款招募，二十年成立这个启能中心，而且唔单干那一间，伫别个乡镇伊嘛阁有成立啦。所以这个精神，值得咱甲学乐甲赞扬，而且吼咱公所吼甲表扬吼，提报去甲官咧看了伊的资料了吼，感觉讲这资料非常的好，值得推荐甲肯定。所以吼，伊嘛是着咱管路吼，送去咱这个全国，交出这个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竞赛，这拢是咱土库镇的荣耀吼，值得咱土库人骄傲。而且我若借这个机会，要借大家的双手吼，甲咱土库公所吼，这个主管吼，甲
甲因鼓励一下，因为吼，这三天大家无眠无日啊吼，啊，咧处理这救灾、救难、断电、树啊倒落、粪扫塌的，迄工课吼非常的多。哦，啊，是毋是讲叫恁大家乡亲吼，甲咱透过工作吼，即个这三天辛苦付出的，同时甲鼓励一下吼。非常感謝啦，因為這件的風災吼，確實是非常的大啦。第一天，大家感覺也無曬，為第一暗開始吼，風雨中頭。第二天、第三天，連續三天的這個開始一直進步哦，所以咱整個工作吼，非常的緊繃啦吼，包括真濟大條道路、路手倒咧，咱目前統計超過60站，啊，咱清潔隊的隊員。暗时啊，半暝啊，只要若歇雨，因就出去挤，出去刷，惊即个交通事故产生哦，造成大家交通安全问题哦啊，所以大家拢非常努力付出辛苦。啊，咱伫室内的同事嘛，咪敢若因用伫啊找恁去呢，因就统计、登记、追踪哦，我那非常真侪工作爱做，大家吼皮拢变啊真难，啊拢非常的忝。啊，毋但干那因尔，咱17里的里长，甚至咱各里的各区的代表，透过电话、透过群组来通报每一个砖头，所有树仔倒的、停电的，爱斗三工的，因伫这个群组内底，所有通报，大家拢非常的辛苦，甚至咱有人把这个里长吼，甲代表，大家有人掌声鼓励就好。所以，伫即个风灾过程当中哦，大家希望大家能体谅，因为今年的风波真正吼非常的大啦，嘛超出咱较早的标准哦。啊，咱公所会尽一切的努力吼来斗相共。不过，当然有真侪不足的所在，我嘛是会继续检讨甲努力啦吼。啊，今仔日是一个真快乐的日子哦，啊，而且我能借这个机会祝福咱大家。表扬的人员吼，啊，大家吼身体健康啦吼，啊嘛，咱祝福咱在座出席的贵宾吼，啊，万事如意，感谢，谢谢。好，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陈正凯董事长给大家这么精彩的回应。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土库证明代表会主席王景文王主席来为我们现场的来宾们做一个致辞勉励，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王景文王主席。啊，感谢主持人哈，啊，拄啊得到伊哩介绍所有的贵宾啦哈，我就无对伊哩称呼啦哈。啊，今仔吼，本来有父亲节是讲因为。可能救灾关系取消啦，所以讲拄啊好啊好天啦吼，啊，即几天工作嘛真辛苦啦吼，啊，所有的通报的工作吼，啊，无法度一直拢甲大家互我教啦吼，因为天灾吼有时阵吼，啊，比所有的咱的人讲人定胜天啦吼，人吼是咱服务的是尽量去做尔啦，无法度讲，因为即个风台也是雨也是非常的大啦吼。啊，今天也是父亲节，甲迄个咱的好人好事，甲咱的志工的迄个庆祝节日啦吼。啊，祝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吼。啊，咱拄啊顶顶咧讲母亲节吼，拢食凉皮啦。啊，父亲节吼，讲拢走啊无半下啦吼。我会记母亲节吼，人敢若较侪有影，毋知是因为风台的关系吼，人怎啊较少啊啥啦吼。啊，我相信一个家庭啊，吼，母亲，大家拢会认为讲，囡仔就是拢厝的人咧照顾，拢老母咧照顾，所以讲，囡仔拢会较疼妈妈啦，吼。但是若无一个父亲吼，伫外口咧拍拼吼，嘛无一个较好的家庭吼，啊，大家会当过啊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啦，吼。所以讲，虽然母亲做照顾厝的事实啦，吼，啊，父亲伫外口咧拍拼啦，吼。所以讲，父亲。其实蛮足重要的啦吼，啊，祝大家吼，咱的父亲节都会当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顺顺顺利利，谢谢，感谢。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王景文王主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
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云林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邱处长来为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做一个致辞，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邱处长。教育下一代，
父母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咱家囡仔的思想吼，给予正面，给予正能量啊，为咱的小孩灵感吼去付出哦，这个就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哦。啊，你家嘛真感谢哦，咱的好人老师吼，我这种培养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培养在啊每一位啦吼，默默在付出，尤其咱这志工啦吼。我请来看咱的志工，不管是志工妈妈，还是咱所有咱的表示，吼咧活动，还是讲吼，像讲咱咧办活动的时候，啊，即个某某咧斗三工，即个吼，咁吼，大家拢真辛苦。这个表示讲，啊，咱大家社会很祥和，大家拢咧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伫个默默的角落咧付出安尼吼，让咱的社会愈温暖。要讲起来吼，人拢讲台湾的社会先啦，吼，最漂亮的风景就是人啦吼，咱的人有人情味，有感情。这是咱台湾的社会，吼、哦！啊，你即届吼，当然啦吼，啊，即几天三天的风台吼，我知咱顶顶做成果的啦，爱坐镇咱顶工作，搁其中一天搁停电啦吼。但是我吼对咱工作的团队嘛真肯定吼，即、哦、三天来大家拢无眠无日吼，啊，就是因为有灾害，虽然有真侪灾害对咱有损害，但是我相信吼、哦，第一点咱拢平安，啊，第二点吼，咱会当伫即届风灾去检讨讲咱后边咱。土好地，佫需要加强甚物哦建设，也是讲咱有甚物损害，紧来甲补强哦，予大家啊生活安和乐利吼，啊佫来对咱的吼啊环境吼会提升啊愈来愈好吼。啊，而且嘛要感谢大家吼，今仔日来参加与会来宾啊，祝大家平安哦，谢谢。首先要颁发的是我们的啤酒礼，陈摩先生。陈木先生，民国25年出生于皮角里一个淳朴的传统农村家庭，家中务农，自年少便从事农务至今。因为是家中长子，从小就帮忙照顾弟妹及家务，因此也练就出了精湛的厨艺。家人们常常可以品尝到陈先生耐心烹煮的美味料理。陈先生。个性温和、勤奋、简朴、刻苦耐劳，对家庭尽心尽力，家庭和谐，子女上进，与邻里相处融洽，以诚相待每个人，时有模范父亲的风范，邻里的表率。好，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陈摩先生。那我们的奋起里的杨石贵先生可以请准备了，谢谢。接下来要颁发的一样是我们的模范父亲，受奖者是我们的奋起里杨石贵先生。我们的下一位新兴里的陈进明先生可以做准备了。在我们的杨石贵先生准备的同时呢，好，我们的家人、好朋友们也可以一同上台。那我们的与会来宾，如果有想要跟我们的模范父亲一起拍照的，也请你可以上台。在这个父亲节的重要时刻呢，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镇长夫人一同上台，与我们的镇长一起来给我们这个模范父亲一个最佳的荣誉表扬。杨石贵先生出生于土库镇秀潭里，家族世代务农，不为高农毕业，与杨李金凤女士结为连理，育有五女一男，辛苦养育子女，教养有方，家庭和乐、幸福美满是他最大的安慰与成就。杨先生自幼是亲至孝，对父母及子女无私奉献及付出，不奢求回报，总是默默着守护家人，用爱及耐心教导子女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传递以身教重于言教的信念。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杨石贵先生。
接下来请新心理的陈敬明先生请准备。那我们的陈敬明先生的家人也可以一同准备上台，与我们的陈敬明爸爸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喜悦。准备的同时呢，也在这边请我们大老李的周柔华先生，请可以做准备喽。再重复一次，大老李的周柔华先生可以先出来我们的舞台前面做准备，谢谢。陈金明陈先生自幼生长在土库镇新兴里，无不良嗜好，与妻结婚至今48余年。夫妻每天为事业繁忙，早出晚归，回家则为家务尽心，含辛茹苦养育4名儿女，子女事业均有成，贡献社会良多，侍奉父母至孝，平常热心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及社区环境维护，称誉邻里。虽然每日为家计费心，以勤俭耐劳的生活经验、为人处事的道理来教育子女，但子女教育常以乐观向上鼓励子女进取的人生观，使子女有着健全的人格，对于社会有着良好的贡献。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陈敬明先生。也谢谢我们的许群英代表以及肖金池代表。接下来请我们的李学姐副主席以及王诗文代表上台，与我们的模范父亲一同来接受表扬。现在在我们舞台上要接受颁奖的是我们的周荣华先生，我们的后埔里的林松山先生可以到我们的台前来先做准备，谢谢。周荣华先生平时热心公益，对于村里间以及学校校友会活动都是积极参与，年轻时担任过村里几届的里长，认真负责，只要村里的建设有需要他的地方，都会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对于同为邻居的独居老人，则会主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去关心以及慰问，不善用言语表达，平常均以身作则，用身教代替言教，对长辈孝顺，爱交朋友，对家人都照顾有加。目前退休生活也是每天维持着游泳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魄，闲暇之余也从事简易的农耕生活，自给自足，以及分享给亲朋好友邻居。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周文华先生。接下来要上台授奖的是后埔里的林松山先生。啊，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后埔里的陈国清先生，请到台前做准备。我们林松山先生的家人们也可以一同上台，准备一起接受这份喜悦。林松山先生世居土库。林松山先生是同事眼中的好主管，百忙之余也会参加土库后备军人辅导员、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政后宫的委员，更是长青食堂的执行长及职工，也是社区环保队的副队长，待人处事圆融，处处与人结善缘，乐于助人，举止颇有长者之风。林松山先生平时与社区里面的邻居和睦相处，
担任理事长多年，主动帮忙社区的民众，尤其以独居或是低收入户的民众更是用心的服务。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林松山先生的付出，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县府模范父亲陈国清先生，那请我们的轮内里的陈清泽先生可以先到我们台前来做准备。现在在我们的舞台上的是我们的县府模范父亲陈国清先生。陈国清先生出生于农村家庭，个性敦厚正直，自幼家境并不宽裕，退伍后与妻子共同创业，白手起家，从事景观设计、营建工程等事业，并创立公司世亲之孝，长期侍奉母亲，至享其寿之年，孝行可敬，孝心可感。那当然，我们的陈国清先生回到母校后，也担任我们的后埔国小的家长会长，协助及促进校务的运作，也担任过土库镇后埔里聚天宫主任委员，以及在郑明的支持下，也当选过第十九届郑明代表，服务乡邻，促进地方繁荣和谐。现在也担任土库镇老人会理事长，也为我们的长者提供多元服务，丰富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再次热烈掌声，谢谢陈国清先生的付出。接下来即将上台授奖的是陈清泽先生，那请我们的东庭里黄土水先生可以到我们的台前来做准备，谢谢。陈清泽先生生于云林县土库镇，为人乐善好施，从小从事务农，热心公益，并担任庙宇委员，全力栽培子女及照顾年老父亲，无不善尽本分，全力以赴待人诚恳，堪为模范父亲典范。陈清泽先生也热心助人，除了务农外，平时也会帮助邻里，如果遇到有需要村里间的服务时，能力范围内也从不推辞，也不求回报。曾担任庙宇委员，热诚待人，与邻里间和睦相处，不分彼此，得到大家的赞赏与肯定，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人，足以堪称众人的楷模。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陈清泽先生。也谢谢我们的李学姐副主席以及王诗文代表。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东庭里黄土水先生，也邀请我们的王美兰代表以及黄信章代表一起上台。啊，请我们的南庭里的赵慧婷先生可以到我们台前来先做准备，谢谢。水先生生于土库镇东平里一个淳朴的小康家庭，其父母以务农为生，为人忠厚，待人和善。黄土水从小就与土地为伴。以下是黄土水的儿女对他的一些赞美以及感谢之词。身为家庭的支柱，一位坚定、慈爱且值得尊敬的父亲，一直以来是我们的好榜样，坚持勤奋正直总是激励着我们。你的人生哲学及智慧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也告诉着我们做人要诚实守信，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走正道，
谢谢我们的黄土水先生对我们家庭儿女的付出，也对着我们社会的贡献，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南庭里的赵慧平先生，那请我们的西庭里的张春和先生可以先到台前来做准备，谢谢。现在在我们舞台上要颁发的是赵慧平先生。赵慧平先生出生于土库镇南平里，历任云林县政府担任客员、二轮乡民代表、组织会组员、土库镇市公所管理员，平时习于阅读，热爱运动，敦亲睦邻，热心助人，经常借由丰富的行政经验协助亲友解决疑难。赵慧平先生退休后，子女已成家立业，家庭幸福美满。除了喜爱阅读运动外，经常主动帮忙邻里间的事务，待人诚恳，敦亲睦邻，热心公益，关怀里内弱势老人，无私奉献，协助里内公庙事务活动。平时也与邻里间的和睦相处，深受地方好评，足为地方表率。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赵慧平先生为我们社会的付出，谢谢。接着要颁发的是西庭里的张春和先生，请上台。那请我们的北庭里的黄永德先生，请到台前来做准备。张春和先生现年73岁，出生于淳朴传统农村家庭，家中务农，看着父母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便主动帮忙家务及农耕工作，勤奋认真。张先生为人端正，忠厚老实，守法修德，敦亲睦邻，爱乡爱民爱社区，为人刻苦耐劳，工作积极，与邻里居民相处融洽，生活好评，其言行堪为子女楷模及地方表率。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张春和先生为我们社会的付出及对我们家庭子女的无私奉献。接下来要颁奖的是北庭里的黄永德先生，请黄永德先生请上台，也请我们新庄里的张春秋先生可以到我们的台前来做准备，谢谢。黄永德先生出生于云林县土库镇，为人忠厚老实，从事农务，热心公益，担任庙宇委员，全力栽培子女及照顾年老父母，无不善尽本分，全力以赴，待人诚恳，更是展现了台湾父亲对土地的生命关怀，堪为模范父亲之典范。黄永德先生平时热心助人，除了农务繁忙时，也会帮助邻里。如有遇到村里先需要帮忙的服务时，能力范围内亦不推迟，也不求回报。现任担任庙宇委员，其热忱待人，与邻里间的和睦相处不分彼此，得到大家的赞赏与肯定，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人，足以堪称众人之楷模。再次热烈掌声，谢谢黄永德先生对于社会及家庭的付出。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新庄里张春秋先生，请张春秋先生请上台，也请我们的顺天里陈渊庭先生来到台前做准备。
张春秋先生出生于土库镇新庄岭一个淳朴的农村，父母以务农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实人。张先生与妻子结婚后，生育两男一女，日子虽过得辛苦，但家庭幸福美满。张先生虽然忙碌，但也不忘教育子女，子女也很争气，每个都受到过高等教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传统农业社会注重的身教重于言教，对于儿女教导，百善孝为先，用心经营家庭生活，认真教育子女精神，其言行足以为子女楷模。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张春秋先生对于家庭的付出以及社会的贡献。也谢谢我们的黄美兰代表以及黄信章代表。接下来要颁发的是顺天里陈渊廷先生，来邀请我们的赵美惠代表、洪小龙代表以及谢素秋代表上台一起接受这个礼遇。那请我们的粤港里林佑慧先生到我们台前来做准备。陈渊廷先生是土库日成乡肉松店的创办人，自民国68年起在地用心经营好品质40余年，秉持着职人的精神，即使在低价竞争的困难环境下，依旧坚持做出他们家吃的安心的纯正好滋味。陈先生为人乐善好施和善，不论国内外，一定尽一己之力帮助。现虽已过着退休生活，店内事务交放给下一代，但与朋友间泡茶开心聊天的同时，也关心着国家大小事。街坊邻居朋友有需要帮忙，他也乐于提供协助。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陈渊廷先生。接下来要上台的是我们的粤港里的林佑慧先生，啊，请我们宫北里的吴贤德先生到台前做准备。林佑慧先生出生于土库镇过港。一个淳朴务农家庭，身为家中长子，上有一姐，下有4个弟弟妹妹，手足共10人。家中时值景浩自国小毕业后，即至表亲家也在工作百货商行工作，营业时间长，全年无休，进而养成刻苦、耐心、勤劳、节俭的个性。林先生年轻时担任过镇内及本里之妈祖庙志工，信仰虔诚，热心服务公庙及信徒，平时与邻里和睦相处，待人圆融，处事和善，深受好评，堪称本里模范父亲。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林佑慧先生对家庭的付出及社会的贡献。接下来要上台的是宫北里的吴贤德先生，也请我们西边里的刘燕山先生可以先到台前来做准备。吴贤德先生出生于土库街上，因地理位置家与土库国小为邻。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以及生病中风的妈妈，与妻子在家经营小吃部，专卖卤肉饭、干面等等。后来因学校营养午餐开办，生意惨淡，也经由朋友介绍，开始从事畜牧养羊只。当时饲养肉羊达到300只以上，也
也因为朋友的建议下开始自产自销羊肉，也因为全牧羊喂食羊肉特别鲜美，没有羊骚味，吃过的人都会再回购，远近驰名，大家都喜欢买他的羊肉。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因为从事生意非常辛苦，赚的钱又不多，常常勉励小孩认真读书，将来才有好前途，以致现在家庭里面的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好的环境。吴先生平时与人相处和睦，时时关怀别人，实在也曾经得过我们的110年度羊资绩优承销商奖，也是大家口中的好父亲模范。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吴贤德先生。接着要上台的是西边里的刘燕山先生，也请我们石庙里的张仁郭先生到台前来做准备。刘燕山先生出生于西边里一个淳朴的务农大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三，从小就跟着父母从事务农，养成其勤俭刻苦耐劳的个性。夫妻俩都极注重子女的教育，在教养子女方面都是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子女们个个都孝顺懂事，还是学生时就会帮忙家务。刘燕山先生为人忠厚老实，遵守本分，对家庭付出尽责，教育子女有方。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刘燕山先生对家庭的付出及社会的贡献。接下来要上台的是石庙里的张能波先生，也请中正里的许世东先生到台前做准备。也请我们的绩优志工到我们的签到处做集合准备。张仁波先生在民国43年出生于民风淳朴的土库马光，在念完初中后即位在小学，便跟着家人从事务农。由于父亲的共同打拼，严格的教育子女，而子女们也不负所望，有了一番的好成绩。简单来说，张爸爸一家可谓各安其职，各遂所愿，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于社会的各阶层。而张仁波先生也经常热心公益，服务于利民，实在是让人称赞的好爸爸。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张仁波先生。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中正里的许世东先生，请我们的好人好事代表王素珠请到我们的台前做准备。许世东先生出生于云林县麦寮乡，10岁的时候，随着双亲移居至土库镇，父亲在街上的三星药厂工作，母亲则是打零工补贴家用，纵使家境不好，我们的世东先生仍努力读书，考取医校，毕业后也顺利通过国家考试。许世东先生总是以身作则，以孝传家，所以在土库国小120周年校庆时受颁发荣班，我们的杰出校友。许世忠先生多次被获得台湾血液基金会颁发感谢状，他深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个人捐血迄今已超过60次，
捐血是健康、爱心、毅力的累积。许世东先生也常跟着周遭的亲朋好友为教宣导，呼吁大家一起挽起袖子做公益。不论是事亲事孝、养儿育女、解囊行善、急功好义等，许世东的精神足以为地方等表率，堪称本领模范父亲。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许世东先生对人家庭的付出及社会的贡献。接着要颁发的是云林县好人好事代表，受奖者王树忠小姐。王树珠小姐现职是长照家庭照顾员，目前是两个儿子、媳妇及孙子孙女三代同堂住一起。退休后，自己在住家设立长照的家庭托护机构，服务社区有需要日间照顾的长者及身障者。目前也担任天主教土库天主堂主席，也担任云林县福禄互助会社代会委员，生活也充满充实的过着有活力的每一天。再次热烈掌声，谢谢王树珠对于社会的贡献，谢谢。接下来颁发绩优志工奖，叶宝月队长、谢丽红志工、谢延秋志工、谢王丽云志工、许陈碧为志工、陈慧腾志工、黄玉娟志工、陈素玉志工、林谢素梅志工、郑美玲志工。好，以上十位志工请上台受奖。还有戴口罩的请帮我将口罩脱下来，这样拍照的时候才可以拍到你全部的脸面。好，请我们的镇长为我们颁发绩优志工奖，这份证书是对于我们志工一份无上的肯定，谢谢你们为我们土库镇社会的付出，谢谢。好，各位与会来宾先不要急着离开，待会在我们颁奖完毕以后还有一个大合照，哦，可以跟我们一起大合照以后再依序离开，谢谢。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以上十位志工。
谢谢他们对我们的苦心的付出，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将这份精神永传下去。好，那我们跟我们镇长一起来一张合照。好，拿好证书往前面看。好，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志工无私奉献的付出，也谢谢镇长。接下来继续颁发绩优志工。好，那可以请我们的镇长可以先下来稍作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邀请我们的代表会主席，我们的王景武主席来为我们颁发我们第二批次的志工绩优奖。一样，请我们的受奖志工上台。我们的王花志工、许秀英志工、林玉英志工、林丽珠志工、叶侯毅志工、许无心志工、许静怡志工、黄碧玉志工、谢雪华志工、庄淑珍志工，以上十位志工请上台受奖。自愿服务提供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人们，有些人参与自愿服务为了回馈社会并且帮助他，也有人想借由服务的过程中学到新技能帮助自己成长。如果你对自愿服务感兴趣，在这里我们会让你了解自愿服务到底是什么，并教导你如何去参与它，以及可以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收获。每个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理由不一定相同，有人可能想要参与救济性质的活动，有人则希望借由学习学到新技能及其他原理。参与志愿服务可以提供给志工的收获，除了帮助社区所得到的成就感外，其实还有数不尽的原因值得你去参与。比如说，认识结交新朋友，回馈并参与社区活动，接受新的人生挑战，体验不同的文化，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协助改变社会状况，建立专业脉络，铺设未来工作的职前训练，从各种角色定位学习新技能。研究指出，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忧郁几率比较低，且比较长寿，身心运作效能也比较好。本局及各地政事务所所有的志工服务作业要点，为充分运用人力资源及扩大地政服务层面，提升为民服务品质，且各所招募志愿服务人员不记仇，且具有地政专业知识，具有热忱服务之人士，协助各所民众办理各项的服务作业。如同刚刚我们的镇长所说，我们的公务事务比较多，所以需要有很多的志工来一起协助，也感谢这些志工的无私奉献，才能让我们的所有的事务可以圆满的完成，顺利的解决。也谢谢我们这些绩优志工，你们的行为服务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也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谢谢。
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以上十位职工无私奉献的付出，也谢谢我们的主席，谢谢。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张立善县长服务团队秘书张义文秘书来为我们颁发第三批次的绩优志工奖，叫到名字的志工一样请上台授奖。林美玲志工、马小珍志工、石凤玉志工、陈前彤志工、黄玉英志工。吴景珍志工、蒋美玲志工、张赖月珠志工、黄燕华志工、张三美志工、陈安信志工、陈淑珍志工。以上十二位志工请上台授奖。好，请我们的张秘书来我们颁发绩优志工奖。那在我们最后这个奖项颁发完毕之后，好，主持人在这边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们、镇长以及表扬人员、主席、代表还有里长，一同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一张大合照。好，合照完毕以后，我们今天的活动才算是圆满完成。所以，请各位与会来宾不要急着离开，待会我们还有一张大合照哦。今天颁发的绩优志工奖项，这些志工们除了平常忙碌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以外，还会拨出时间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活动，以牺牲奉献的精神，不辞辛劳，牺牲了自己的课余我们的时间、闲暇时间，也将我们的这些精神发挥到极致，奉献我们土库镇的所有人民们。也谢谢我们这些志工，他们的牺牲精神可以让我们的土库镇越来越好，也希望志工们可以将这份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并且感染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志工服务。谢谢。好，那我们的班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是我们的全体大合照。那主持人在这边要邀请我们的镇长以及所有表扬人员代表以及我们的主席以及我们的里长一同上台来一张大合照。是有钱，嘛无特别。